你钱。你就当个跟你借的，转到闪电鬼卖了再还你。那你要还我200？没问题，我做这么多只中乌龟钓，中一只闪电鬼还你都有多了。那是一只龟都中不到呢？呸，乌鸦嘴。哥哥，我看到小姐姐朋友圈说想养只小乌龟，你该不会是给她抓的吧？刚刚我也想抓，闪电鬼有价，中一只就花了。谁信？爱信不信？阿伯，乌鸦不要。假爸。刚谁说想养只小乌龟的？大哥，我老妹，你老妹就是我老妹，抓乌龟还不容易啊？包在我身上，她要养的可是闪电龟，那也包在我身上。乌龟要怎么做来着？你看，这样做就可以了。好，绑在这里，照这个做。哥，低调点也能种乌龟啊，你干嘛要费这么大劲做这种乌龟钓？低调管种了容易跑，这种有弹力怼它，吃得紧不容易跑。哦，原来这样。你们两个弄，我去牵牛竿。好，先打快点。好。老妹，M奶出发。走啊，来。就这里的，我放这边，你放那边。好，我帮你们打下头。都是小鱼在闹，开关不要跳那么灵，就中不到小鱼了。好，还可以这样。哦，这鱼中了、哇，中了只龟。刚放没多久就中了一只龟。这也太饿了吧，放了一才多久就中了。对，中三线鬼，记得要还钱。你应该对红了，等一下卖了我叫你做个化钱，剩下再还你，还不叫自己适合。还以为三线鬼呢。别动！不跑啊！我牛肝泛黄了不？这边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，大快递，大货货，好。哇，我先吃点肥，你俩先回去。好。这是吃什么肥啊？吃肥就是，你问这么多干嘛？老妹，你去换件衣服。小雨，把眼睛闭上。怎么搞得真神秘？哎，你就闭上嘛。噔噔噔噔，王八喜欢吗？不过还有。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！你干嘛？换件衣服，识人就不见人影。把牛肝钱还我。我送人了，明天收了乌龟钓，卖了再还你。